水就是等于喝一地的都是水，别的也这么大吗？你等一会儿，它这个地方看它均匀的意思。对。这样这个水它不粘，不得粘。就很均匀了哈。哎，就别均匀，你面条少了，你面条了，再把那袋子再撕。没事，没事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不是，没有把它停止就等放开了，停止就等放开了。报不？OK， 可以了哈。